主料，鸡蛋50克，面粉200克，青菜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鸡精、蒜苗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面粉加少许水，打入2个鸡蛋，少许盐，用筷子搅成面絮，揉成面团，放置30分钟以上，时间越久，面条越筋道。擀成面皮，一层一层折叠起来，切成小段，撒少许面粉抖开，防止粘连，手擀面条就做好了。很简单，锅中放油，蒜苗倒入锅中，倒入适量清水，锅开，把擀好的面条倒入，放些许青菜，打2个荷包蛋，锅开放盐、鸡精等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擀面皮的时候，正反面都要撒上面粉，要不会粘在一起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